我儿子下了狠心。那可不，我当时就为学这太平歌词啊，我在太平间待了六年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儿回来吧，别上他那儿去了啊！啊，我准备了个太平间啊，我就在那儿天天学，嗯，就为学这太平歌词。学太平歌词还费这么大的劲？那可不，好着呢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样，我其实今天我都说多了啊，我就说多，我都违背了我。你不算多，你看杨九郎俩人说多半天。我好几次都要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是，啊啊！我正磨刀呢，他俩说完了，也怕观众磨刀呢。那可不呗，怕误伤了。对，所以说呀，怎么样？好，我们现在我们非常迅速。那错不了，也不能太迅速啊。嗯，你好容易回来了啊。行，好容易，没事没事，一会儿不行，我再跟他再来一个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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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嗯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我这大过年的回家糊弄糊弄老头儿，你说。谁过年回家不糊弄老头啊？你说这是？我儿子太孝顺了，爸爸准备给你买一牙刷啊！嗯嗯嗯，要不然黑粉都说你连牙刷都没有。是是是，主要我不爱刷的呢。那是啊，牙刷给你，你把那三套房给我退回来啊！都在我师傅那儿改太平间了。对你师娘好点。怎么又绕回来了？对，嗯。我们照着词儿说吧，儿子。咱没词儿啊，爸爸。嗯嗯嗯。啊，我们这节目其实叫《师娘传奇》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嗯嗯。哎，可歌可泣的。嗯嗯。这个，咱又说到哪儿了？他教你太平歌词。对对，我老啊，其实就这一件事儿，怎么还是秘本的？对对对，别人不会的。秘本，孤本，孤本的。嗯，哎，又孤又密，嗯，然后呢，我们所以说呢，我这个太平歌词轻易不能外露，我还不能拿出来，轻易不能外露、哦。但是考虑到您是我的亲父亲，那错不了。对，嗯，这个词儿听着像个跨年的味道了。亲父亲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啊，我今天可以展示展示。哦呦嚯，展示展示。哦，展示真的，这个看见了吗，儿子？两边还两块大屏幕。哎呦，今天晚上德云社在十个城市同时跨年啊！嚯，待会儿让他们也听听我儿子这个独家秘本的太平歌词。我的妈，这不就外泄了？这就那怕什么的了啊？没事，回来咱们还能设计新的呢。哦，行，那听听我这个。嗯，但我这个唱出来，您也别吃惊哦，估计您也没听过。啊，估计您也没听过，我还得找黑粉骂你。嗯，嘿。你要说别的哈、啊、我不会，你说这个高科技呀、啊、讲个英语我不懂，太平歌词那没有太高深的技术啊，咱不能说是德云社唱火的吧，最起码在传统曲艺史上有咱们一笔呀、啊、对于太平歌词的传播，嗯，眼前的我都知道，你师父他能喝多少酒是吧。啊，哦，他喝多了才创作出来的，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他教你那个，他说的是外人不会的，不会都不会啊，全世界会的人寥寥无几，寥寥无几、哦，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啊！哎，您听完了准保呱呱、啊，我告诉你，哦，哎，哎，呱呱啊，哎，呱呱，哎，好不好？嗯，我把我那个带着我那个乐器拿出来，哦、乐器呢？特意带了乐器、哦，因为一般这个太平歌词我们传统是用交响乐伴奏的，哎，交响乐伴奏的那个，你准是喝完酒来的。有交响乐谁还说相声，对对对，嗨啊啊，我们那个编钟啊管风琴什么的那个太大了，好，还得编钟，说相声有编钟他们早卖了，就给人买，好不容易挖出来咱就别卖了，就是啊啊，还得拿那钱喝酒去，咱们对对啊，所以我就把那个最简单的那个乐器拿过来了，哦哦，哎，看着观众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，哎呦，这东西叫玉子呀，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玉子啊！哎，传说中的玉子，这东西还不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借的啊、嗯。对，因为确实是现在这个因为这门艺术已经几乎失传了。哦哦哦！哎，所以我觉得就应该给它好好供起来就完了。凭什么呀？不是刚说要唱，怎么又供起来了？知道吗？这玉子它不好打，你看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还没。哎，不用鼓掌，您谁拿过来就会，知道吗？你也不能说这个拿过来就会，就这一哆嗦，这嘟这个一定得是喝凉酒，他才能帕金森，啊，也就喝两杯才这样啊，多喝点就不这样，就没什么呀，这个呀，就稳当了啊、哎，等于我是我们这个乐团的这个首席玉子手，乐团的首席玉子手，太平歌词首玉啊，哎呦，这真不好说，嗯，手机玉子手啊，要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呀，我要早知这，我们就吃三天素了啊。对，没事，洗个澡听你这个。听了一段相声，已经可以听这个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啊，心灵的洗礼。来来来啊，
你不会啊？那我不会啊，得教你。观众好好倾听啊。好的，嗯。昨日里阴天被水旱，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。阿林，办儿子，哎，可以了。什么叫可以？你小的时候啊，我哄你睡觉就拍着你唱这个，鹬蚌相争啊，竹板书也有，西河大鼓也有，这个谈不到什么孤本吧，这也不值一呱呱呀。行，行，没关系，爸爸，没有关系啊，还没看出来吗？还是什么叫孝子啊，朋友们。我还得再讲一讲，真的，赶紧积累一下素材。为什么说我孝顺呢？啊，今天这么大的演出现场，嗯，德云社十个剧场同时跨年，是是是。您作为啊我们的首领，这等会儿，我是在哪个部落请来的？我是首领，这是首席玉子手。对，我们爷俩这个身份，您听见了吧？对对对，啊啊啊！对，就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头目还是也别头目，不是。头目是负责巡山的啊啊啊啊，嗯，反正就是您是那德云社的负责人，负责人，哎，您是那最棒的，哎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儿子太长时间不回来了，拍戏去了吗？一直不回来说相声啊，突然间闯入回来，哟，还得闯入，哎，呱唧一推北展大门，夸踹开了，穿上大褂是吧？把于老师扒你一块，叭叭叭一唱，您不会，尴尬不尴尬？你说这个话我挺尴尬的。对对对，哪儿你就我就尴尬了，不是，哎呀，这不给您留点面儿啊，嘿，啊，好，您是班主啊，少班主给班主留面儿的吗？不是，我都没有想到，我儿子想的周到，啊，我再给你买牙刷，一个早上使，一晚上使，怎么着？好吧，省了让他们说不给你牙刷用啊，买个牙膏就可以，买牙膏，行行行，得配套，配套，好好好好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简单先唱一下，哦，我儿子这是诚心的，哎。先唱一个简单的，不能让我面子上过不来呀，啊！哼，我都没想到，哎呀，哎，好好好好儿子，嗯，我真的我换换，接下来这个可得难点了，正经换一个，你看看，嗯，来啊来啊，这太好了，请欣赏首席玉子手的手里拿个玉子，哎，对了，首席不好说这，好，哎，这就跟刚才听出来不一样，那是，啊，这就不一样，对，暖和过来了，哎，嘿，来这个啊。我说我但凡我右手会，我就拿右手打了，啊。哎，可以，没事儿。听这个啊，来了，你们不会了，你们都听听，我儿子竟是独门绝活。哎，远莫江山论兴亡，群雄聚义舞刀枪。儿子，您要干嘛？您老伸手干什么？这拦着这儿，这段叫党量。是，哎呦，哎。我爸爸知道这是党量，这段是我写的。张云雷这么大的时候，我教他太平歌词，我给他写的，全称叫《康茂才党陈友谅》，简称叫党量，全世界都知道。这个选的不恰当。对不起，你外地哗回来，啪推开北展，蹭穿大褂。儿子，你得来点那个别人没有的。嗯，我没想到，我以为一说出来您这就震惊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得选一个别人写的呀。我写的，我有什么震惊的呀？你出去仨月，我傻了是怎么着？我以为您骂我，你也没提前告诉我呀。哎。你告诉我又是唱一党量，我就假装哦，这太好了。你也没跟我说呀。完了，我刚才那都是我脑补的，那对对，我以为是真的呢啊。哦，嗨，我一进来，所有人夸夸一跪。哎，对，好家伙，龙王大人回来了。哎呀，我以为是你这是回来接班来了。嗯嗯，也不那么着急。给你你不要，人家黑粉净骂衔接回来啊。哼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说咱说的不好。对对对，但是这段我会，您会？哎，没有关系，我没有关系。你看看，没有关系啊，我再来一个。你看看，我儿子有绝的。我还有，哎，我儿子于谦教的他这
这段您这断句啊没断好，不能这么说，我是脑补了一下。嗯，我念来这个。这说出来您就不会了，你看看听这吧，我儿子露脸了，全世界这压箱底儿了啊！哎呀，好家伙，压箱底儿了！好家伙，来吧！全世界没有人会，只全就我一个人会、哎、开箱子验货吧，儿子！就我一人对压箱底儿的，对压我师傅箱底儿的。好家伙，给你师傅搁箱子里了啊！嗯，哎，啊，听着啊，来吧！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湾。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那春有苏堤桃红柳绿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哎，我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，您们也差不多了，都可以，您们差不多了，怎么样？这我得找于老师打架去。为什么呢？他跟我说这个全世界没有人会。有狗那年就有这个。真的，真的。前两年一分钱听七段还管饭。不白蛇传吗、哦、这您也会。儿子这段是我唱红的。拜拜。哎呀、哎、回来。你哪儿去你啊，好容易回来了。哎您哎您也知道、啊、儿子好容易回来。是是是是是。我这大老远我正在外地拍戏呢。啊啊知道吗，火急火燎的。啊那个谁那副总罗云平刘国英、啊、知道吗，呱呱呱给我打电话，赶紧吧起来快回来快回来。哎儿子你在外边拍的是动画片吗？啊好家伙，不是不是卡通片啊，我是模仿这个栾云平的这个焦急状态。哦哎栾云平给我打电话，快快来吧快来吧快、啊、不行你爸快不行挂了。哎这还好家伙啊，一会儿我下去抽他俩人去啊。啊知道吗，呜我这个赶紧火急火燎回来了，就推开北展的门啊，晃了一下子啊，哇我就进来了。知道吗，下了飞机呜我就赶紧奔这儿。哎呀哎呀好家伙，坐着风回来的啊，是不是是是是，我以为我说到这儿来对吧、啊、您说这个我在后台我这个好长时间不演出了啊，我好不容易演一个，我肯定是吧，您得对我咱不能说百依百顺，那肯定不行。那我可以的可以的、哎、也不用谢谢您啊。哎好儿子啊，没必要啊，没必要 啊对这个行了，不要，可以了、哎、可以了可以了啊，一会儿亲于老师。哎呦偷脏的、不是我什么意思啊，我是什么意思呢，我说您多少、啊、您这回是不是得给我点面啊。我这嗨，我儿子挑眼了，不是你也没告诉我，关键你要摘一个真没有了，这《白蛇传》你观众都跟着唱，那我不好帮你作假，是吧？你看从我角度，我肯定我儿子最好，啊，不管是为人处事、台上台下方方面面，我儿子没毛病。那你唱这三段都有毛病，是吧，儿子？你这跟于老师学的全是毛病，是吧？不是，眼睁这段你刚唱，人底下都跟着张嘴唱了。不好弄这玩意儿。行，那这样，我最后再换一个。哦哦哦，再换一个。要是这个唱完，您还会？完了，实在抱歉了，爸爸。啊，实在抱歉了。怎么了？这可能是我最后，不是，也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不要往黑粉嘴里递话题。我不是那意思。啊、我呀，就是对这舞台我就失了望了。哎呦，不至于，我就失望，太难受了、嗯，真的。因为你说我也是从小在这舞台上长起来的，那错不了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登台2007年，嗯，正式说相声2010年，可不嘛。到后来就是也发现本质不想干了，我先也没有，你得好好说相声啊。我是为了什么呀？啊，为了给您这个开疆拓土。哦，哎，你说出去是吧？您就这个拍个戏呀、啊，认识这些个导演、制片什么。可是你拍了这么些戏，他们也没找我拍戏来呀、啊。你这个开疆拓土没有成功，儿子。哎，那于老师怎么拿的影帝呢？你说他那是啊、哦？我给他花钱买的。啊，是不是？我这不还咱得需要时间吗？啊、哦，还有一个过程。需要时间，行对吧？然后我在这过程当中，我又回来跟您在一块演出。我是希望这舞台能给我提供一个。你得多说相声，因为以后德云社是你的啊。大伙儿做个见证啊！都做个见证啊！一会儿这个整个10个剧场同时播放这一段，滚动播放，你把它剪下来卖给自媒体、嗯、滚动播放滚动播放啊，行，那你得来一个那个，我先找张纸啊，干嘛要写下来，我给你打一条好不好，你把牙刷先退给我，不不不，咱们老有牙，今儿这牙刷能上一热搜我告诉你。不是不是，今儿都看别人热搜看惯了，哦哦不重要，别跟自己有关系、嗯、但是刚才这三段确实是大伙儿都知道，就是这意思呢，是是，我那意思我再来一个好不好、哦、这个呢确实也是先有人知的，先有人知的这么一段，
啊，我觉得他肯定多少得有点那个与众不同的。对，谁让我跳科目三的相声了？我考科目四，我跟来一个、嗯、啊。这个确实是我跟你说，好，跟之前都不一样了。得嘞，我就指我儿子露脸了，好吧？嗯，就这一回露脸，只是露脸了。来嘞，嗯嗯嗯，你听听这心里啊，哎，有意境的点儿，嗯，你看，好好，谢谢，哎、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好，要不就算你唱完了得了。那不行，我儿子没有不对的地儿啊！哎，嗯嗯，溺爱不许溺爱，我不能溺爱，不能溺爱啊！哎，你看我这啊，嗯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嗯，那庄公闲游出趟，哎，我爸学那个微信那表情包，你不是不是，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？嘿，哎，这这，哎，开门。是不是这样能玩到天亮？哎，好，有意思啊！这个干嘛呀？我建议你换一个。因为怎么又换一个？这段叫《劝人方》，嗯，他们都可能都听过。您别这偷偷摸摸说，这都听见了。他们都听见了吗？是的，十个剧场都听见。没有你们这么不仁义的啊！啊，那这叫《劝人方》儿子。窄了，窄了。窄了，浅了，浅了，路走窄了，目光浅了。我唱了吗？我唱的那句了吗？不是，该怎么唱啊，爸爸这句？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呀、啊？哎，那是劝人方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么唱了吗？我就庄公闲游，我说别的了吗？我儿子还没唱呢，没唱。切、嗯，嘿，跟你们那不一是不一样啊？不一样，有不一样。心里有底，哎，你们庄公闲游出趟这么大哨子，嗯，来听着、啊，来，嗯嗯，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继承之战啊，这是啊，嗯，看我的能力啊，展示能力就是你的，哎、行了，哎呀，嗯，那庄公闲游对出趟。城，这，别喊出城西俩字来。哎，我儿子跟你们的不一样，儿子不一样啊。不，城尽量城南北角人，嘿。哪儿一个南北角就走了啊？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也不能一句就完了吧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好，好，我是没有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我儿子这句词唱的是比原来那个原文那个高，对，温文尔雅，落落大方，当然了，啊，词儿也好，状态掐都好，包括最后拿礼帽这个，虽说我没看见我儿子这礼帽吧，哈、啊，我觉得很好，那儿子很礼貌，对对对，很有礼貌，哎，是否还能再给我们几句？你给我们几句，我们也听着。嗯，成南北角没劲了，怎么了？抬杠小能耐，对吗？我学这个呀，学这玩意儿还用抬杠啊？是不是？想偷师，想偷师。我偷师，我问你师娘就会了呀。不是那个偷师。哦，嗨啊，不是偷吃，哎，偷师，偷师学艺吗？偷吃我师，不是偷，不是，行了，没庄公闲游。好，出趟南北角、啊，成南北角，这个词儿俏皮，你知道吗？俏皮，哎，只有我儿子这个智力能唱出这个词来。对，好，您别替我智力，你开心就好了。我紧张啊，嗯，好啊，我儿子怎么都对，嗯，好耶， yeah, 嗯，来啊，哎呀，那庄公闲游出趟成南北角，俏皮，嗯，瞧见了。他人骑马哦，他骑着猪来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有，跟你那不一回事。屁！看，让你知道这是什么叫溺爱啊！哎，看我们这默契，那错不了，默契啊！保安给他弄出去，哎、连人带猪都弄出去，在外边牵着呢，这个。对，来吧，郭骑猪。我骑猪啊，麒麟啊，我啊。他小时候小名叫臭猪，嗯啊，多少年没喊了，
来这么一句吧。哎，想起来一说猪，我想起来了，确实是。你们出去可别给我们传去啊！这就传出去了。那不要紧呢，郭汾阳还叫二狗呢。嗯，对，你就看我这学问，要不如我们哥俩呀，猪狗不如了。影射你师傅。哦，嗨，来吧，来。瞧瞧，瞧见了，瞧瞧，瞧见了，瞧见了。嗯，有一个老太太，怎么样，尊老敬老？我说了不算，你观众，你看看啊，好，哎，好，真的是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嗯，谢谢大家。我后面再这么说，我再多唱两句。好啊，哎，我们欣赏欣赏。有一个老太太，你看这折子有意思啊，太太，哎哎哎哎，歪歪折子，哎，对，老太太怎么样？今年60多岁啊，哦，岁数不是太大。她的丈夫21，这个老太太可是个要强的人。啊，21，嗯，21，行，还像师娘传奇，我看，啊，嗯嗯，而且剧情需要，哎，哎，21，好，这属于打破第四堵墙，是是是是，穿那个就是搓了面袄，棉袄，哎，哎，这个字用的巧，袄，一般都说袄，哎，那个垮，他为了找那件，哎，袄袄，脱了棉袄，袄，哎嘿，好，哎，后面那袄其实是一个像拟声，是一个那个就是。口边，啊，不用解释，我儿子什么都是对的。对对对，嗯，哦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脱了棉袄听相声啊，听相声。头一个烧饼曹和杨，头一段。二一个郭老师，哎，和玉枪。哎哎，我儿子这记性，哎，看见了吗？为了找那折，那错不了。玉枪囊，哎呀，啊，他跟棉袄是一个折的。对对。对，哎，嗯，完了三一个杨九郎，对，和还有何九花，哎嘿，哎，对，哎，嗯，说的好，挺好的，反正是，这句你应该拍拍良心说的，嗯，已经让他们俩吃了，已经，哎啊，然后就是哎，郭麒麟，你看看那个太平歌词啊，啊，唱的真好呀，哎啊，哎，好，你好，哎呀，谢谢。观众的共鸣啊，嗯，共鸣共鸣，嗯，又有折又有韵，嘿，还有板安安，哎，艺术的创作允许虚构，嗯，来源于生活嘛，那是那是，太高了，听完了也就累了，那可不问，其实打刚才我就累了，真的，累了，也就是你就完了，别人我早走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哎，回家一看。爱人不在家，这说那老太太那家里头，哎，对对，老太太穿棉袄那个，穿棉袄你还记得吗？刚才那记得记得，都记得。打了个车，哎，打了个车，知道。对对对，哎，回到了家，回到家，哎，上隔壁王大爷屋里坐会儿去吧。那老太太做事不检点了啊。嗯，两人看电视，哎，笑哈哈，高兴啊，哎。老头坐不住上厕所，岁数大了啊，尿了泡尿，哦，好，不用说这么细致，哎，嗯，哈哈笑，开心呢，为什么笑？为什么笑呢？尿到裤子上面了，老头生活不能自理了哈，尿完了，哦，然后完了。老爷，哎呀，来不来这个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刚才这个，这就是最最最崇高的境界哦！太好了，我以为拿着牙刷跟你们炫耀呢，那不能牙膏甩一脸呢？哦，不行，这个这唱的确实是有意思，行不行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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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个你要看这个词儿的，哎，他得比汾河湾喝的多。要不然他不能唱成这样，儿子。这什么是像话吗？不是你，我这表演啊，就演绎这个呀？啊。这不是，这就我唱这么好，不能继承德云社，我唱这个啊，花开，你继承德云社跟这个没有关系啊。我就想问一下，这段你很爱吗？爱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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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爱了，哎呀，那太好了啊！今天是个好机会，你把刚才这段啊一字不差再来一遍行吗？
你看，观众们也很喜欢。我儿子高兴了啊，孩子累了啊，稍微歇一会儿。是是是是，来来一遍。好，这是个创作型的，没问题啊，来说来就来。好，你看看，这毕竟他我是那个手拿把钻，那错不了。对对对对，因为这跟我师傅一天天学。是是是，为这段这太平间六年没出来。行了，好家伙，再冻着你啊，你得买个棉袄。哎哎袄，嗯，来亮啊，哎，嗯嗯，咱商量好，我那个牙刷要电动了。都是你放心吧，哎，嗯。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，一字儿不差，这倒背如流，那错不了。瞧见了岳云鹏啊，今天啊，他在外边，不是儿子，儿子，然后紧接这不能大差离格、啊。怎么？刚才还是老太太呢，怎么这会儿改了岳云鹏了？您说跟刚才那不一样？不一样啊！不一样就对了。怎么呢？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，就这个呀。啊，郭老师身体就不错啊。您看看我往这儿这么一站，我这个身体素质，哎呀，您好点了吗？这，您这都楼了呀。这两天赶上咳嗽，您就看看基础条件怎么样。这哪瞧得出来？反正凑合吧。哎呦，您这是恭维我啊？嗯，凑合都恭维了。对，您知道我是干什么职业的吗？哎呦，这还没请教呢。我是一个武术家。您等会儿，练武的。您等会儿，您干嘛去？练武的，跳。您是跳舞蹈的？哎，对，跳舞蹈的干嘛啊？武术家。谁呀？我，没看出来呀。哎呦，您没看出来事儿，但我这不像练武的吗？习武之人呢？您这像 ICU 跑出来的。他都能跑出来，他能在 ICU 里，说明您好了呀。我是身体健康，武术家。哦，武术家，练家子。嗯、啊、嗯，我练过兵刃和拳脚。哦，那您这个兵刃练的是？那太多了啊！什么叫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鞭锏锤抓、躺棍槊棒、拐子流星、嗯、带钩的、带尖的、带刃的、带刺的、带峨眉针的、带锁链的、扔得出去的、拽得回来的，十八般兵刃，我是样样精通。稀松，哎，稀松啊！那你说他干嘛呀？啊，稀松。平常那是他们，您呢？我是样样精通，那可真棒。您要不相信啊，把这些兵器都拿来摆在我的眼前，哦，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练了卖了。对，那不用您我也行啊，卖弄练两下子。哦，兵器您会这么些？哎，这是兵刃啊。那拳脚呢？会的更多了。您说说，什么叫大红拳、小红拳、八仙拳、地躺拳、通背拳、罗汉拳、啊、远了长拳、近了短打、挨帮挤靠、小架子、头拳。哎呀，哈哈，哎呀，还带使线的您这个。哎，那当然。没想到您这么大能耐啊。哎，提起我来无明白啊，练武术讲究什么呀？什么？投名师访高友，早隐士拜名人。哦，提起我大家不知道。嗯嗯，你也不熟悉。是，您说的我有点糊涂了啊。提起我练武术的老恩师来，哦，那是鼎鼎大名。哦，他老人家，先别说他姓什么叫什么，嗯，先说他这家乡住处，让您一听就是一个把式窝子。那您说说在哪儿啊？都是练武的啊。我老师家住在京西北宣平坡的下坎儿，那个地名叫胡岭，谭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。哎哎哎，您这信的有点杂性了啊！崇拜崇拜，京西北对，悬平坡下坎儿，脑子多好。地名叫胡岭，没错没错。现在你出去找去都没人知道，是啊，去的名字。其实现在大概来说，就是奔北京奔石家庄的路上，对对对，就在那儿有这么个地名。现在没有这地儿，那地儿。您恕我直言啊，您说，没出过练武术的，怎么没出过？那地儿，那地儿都是卖粽子的。您这个人说话也就不合情理啊！那地儿人都卖粽子，你家卖粽子，我家也卖粽子，都卖粽子，卖给谁去？换着吃呗。没听说过。您是哪人啊？我是天津人呢。干什么工作的？说相声的呀。天津人都说相声。都说相声谁听啊？都卖粽子谁吃啊？对，你可真是的。哎，你再说听我师父那名姓，他也不像个卖粽子的。哦，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姓姜，姓姜名米，字表小枣。这那就是胡岭的人。对不对啊？姜米小枣啊。怎么？那不就是粽子吗？他爱吃姜米小枣，大号叫姜天龙，人送外号钻云鸭子。等会儿，不是练武术的吗？怎么是个鸭子呀？去，你看，
江湖外号飞挺高，不钻云鸭子吗？江米让鸭子啊，江米让板鸭桶。钻云燕子江天龙，钻云燕子、啊、在这个江湖很有名气，是是是，轻易不收徒弟啊啊，跟你不一样啊。他郭老师120多徒弟，你有事说事，别念山阴啊、哦、啊，你管我干嘛？您是传道授业解惑。哎呦，那不敢当啊，我们老文师就收俩徒弟。哦，才收俩呀？我跟我哥哥。哦，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。是是，我哥哥叫白糖的，嗯，我叫馅儿的。他上南方再收一个，还有鸭蛋黄的呢。嘿嘿，对对对，还有野子。那行了，谁问你了啊？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黑一点 啊。我们哥俩跟着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。哦，什么叫猫窜狗闪啊？兔滚鹰翻，嗯，骆驼纵，蛤蟆蹦，满都学会了。学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哎呀，有用啊！啊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于十家。这是老话啊。有这么一天呢，我们哥俩在后院正练功呢。哦，练什么功呢？啊，听我这师傅就是在捋叶子。哦，叶子。哦，捋铁叶子，不是捋苇叶子。对，嗯，这是泡完了米要包了。包什么呀？捋叶子吗？苇叶子那种造型的铁叶子。弄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哎呦，这练的是那铁砂掌啊！哦，听我师父叫我们哥俩，嗯，压压我的大徒弟，再压压我的二徒弟，干嘛得压压呢？哎呀，压压他比较瓷实，还是粽子呢那个、哎哎。嗯，叫我们哥俩，喊你们俩。你们俩人功夫练的怎么样了？问问吧。我哥哥没敢言语，我就说话了。我师父，我们哥俩。成了，哦，成了！我一说成了，我师父有点不太高兴。为什么？怎么着？黄鸭未退，乳臭未干，白糖的馅儿的就敢说成了啊？我江米小枣都没说成呢。哎呀，还别说我了，嗯，就是你们的师爷黄米邓沙老先生，嘿，先拉个云手。哎呦，双飞燕，哎呦哎呀，十三弦也行。哎，嘿，一抬腿，怎么？哼。上去了，好人上去了，鞋上去了，怎么鞋上去了？买大了啊，下回定个袋儿，哎，成傻小子了。嗯，我来人，搬梯子给我够鞋。哎呀，您等会儿吧。嗯嗯，人家老头电不，您要上去，你这搬梯这多丢人的这个。哎呦，他穿鞋了，我没穿鞋呀、啊，对吧？直接翻上去，上头玻璃碴子，扎了脚，你给我上药啊？谁房顶的有玻璃碴子呀？还是的，您人家设计的啊，梯子搬来，不麻烦几位了，哥哥别愣着。上，哎，走，我们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了，多大能耐 啊！到上面一看呢，摆了一桌全羊席呀、啊，哎，多膻气啊！吃就爱这口 啊！好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老掌柜说：“今天请二位壮士，非为别事，今有南路镖、北路镖、东路镖，都有人敢保，唯有这西路镖，贼人太多，匪人太广，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、啊？”哎，愿意去吗？我说老英雄，休要长贼人的威风。灭我们自己的锐气，嗯，不就是西边有贼吗？对呀，咱从东边走啊。哎哎哎，不像话呀！绕过去呀、啊！你绕过去哪行？得迎上前去啊！迎上前去啊！要碰上呢？碰上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碰不上呢？哎，对对呀，您说的对呀。我说的对什么呀？你们不是干这个，你不能怕他呀。这不跟他客气客气啊？老掌柜说：“二位不必谦虚，嗯，随我楼下过过号吧。”这是又叫亮亮镖，要抻练抻练，看我们哥俩有什么武艺，得有大能耐。下楼，嗯，老掌柜走到平台边上，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，下去了。这叫轻功啊，真有能耐。落地的时候连点声音都没有，你看看人家，该我们哥俩那是走到平台边。往下一看，嚯，哟，够高啊！那是，刚才没这么高。不，刚才跟你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太大了。怎么？您想这道理啊？最少差3.6米。你怎么算出来3.6米？从下往上看，这眼睛在这儿呢；从上往下看，眼睛在这儿呢。差俩身高啊！我1.8米，这不差3.6米吗？对不对？您要是看就差3米，差不多就是这意思。你有事说事儿，别这闲的蛋的啊！嗯，哎呀不。越高越好啊、哦！越高越显咱的本事哦。知道有一位跳水冠军全红婵吗？我知道，那是我干妈，是吗？哎，我就越高越好，跳水的范儿啊！将门虎子啊！呵、嗯，反身翻腾8周半，哎，多长时间？8周半，不是时间，好，这俩多月啊，就是8圈、啊、那得饿死啊！哎呀，唰唰唰唰，哎呀，这多好啊！好好，哎，我来这个啊。你来哪个？不行，来不了啊！我憋着尿呢。呀，刚才那扎啤我喝太多了，事儿太多了啊！这等于增加一个暖水袋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怎么？伙计，带我们哥俩上趟厕所。哦，问人家哪块？
楼底下，你带路，我们哥俩跟着伙计从楼梯下来。嗨，这就蒙下去了。哎呀，谁让他不会轻功呢？得嘞，到院里尿意全无。哦，刚才就骗人吗？练一练，练练啊！我哥哥从兵刃架子上把单刀抄起来了。哦，要练练刀，这有讲究。什么讲究？哎，怀中抱月。嗯，前看刀刃，后看刀背，上看刀尖，下看绸子穗。嗯，单刀看手，双招看肘，单刀看滚手，来了一个缠头裹脑，夜战八方，藏刀式。哎，留神话筒。哎，把式把式。哦，全凭架势。对，没有架势，这么样不算把式。不错，光说不练，怎么样？那叫醉把式。哎，光练不说，哎，那叫杀把式。老师，练核弹药啊，练功弹料。怎么样？你吃了我这个大力丸？怎么样？你这倒看着。你卖大力丸的，你这是啊啊？没有这么来的啊，怎么卖开大力丸了呢？怨谁啊？怨你。怎么还怨我了呢？好家伙，我准备练刀，你站旁边，怎么样？嘿，怎么样？越说声越大，这不卖大力丸了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你往沟里带我啊。这是练刀。哦，练刀。哎，我这刚要练刀啊，忽然间来了一块黑云彩。哦，嘎啦啦一个响雷，刷，下起雨来了，闹天气了。这时候我心里高兴啊，倒显我的本事。哦，就看我这口刀啊，行上就下，行左就右，上下翻飞，刀山相仿，竟见刀不见人，刀都淋湿了，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。您在院里练刀呢？我在屋里避雨呢。哎呀，能耐太大了，您这个。老掌柜说算了算了啊，这雨一时半时也停不了啊，上后院验验镖吧。哦，验验镖的意思是看看我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。哦，看看货。到后院这么一看呢，啊，16辆镖车，哎呦，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金坨子，老倭瓜。对，老倭瓜呀。怎么了？那不用找保镖的啊，叫俩小伙计不就送去了吗？那不行啊，老倭瓜你是离得远。哦，走近了仔细一看，金坨子真是倭瓜。对，这不废话吗？这不是？哎呀，这表面是倭瓜呀！啊啊，拿刀切开了，您往里头瞧，金子有倭瓜籽儿。这可好，哎，没籽儿是瞎倭瓜。哎呀，倭瓜籽儿、倭瓜瓤都掏出去，您再看，珊瑚空倭瓜。走，哎，贫不贫呢？啊，这是制作过程啊！啊，掏空了以后，珍珠、玛瑙啊、碧玺啊、猫眼啊，最次是金货。哎呦，红棉纸包好了，搁在里头，黄土泥一溜缝。保镖分明镖、暗镖、子孙镖，怎么说法呢？我这叫倭瓜镖。哦，是暗镖的一种。哦哦，走着，哦，出门这镖趟子是我喊的，我还得喊镖趟子。哎呦，都丢了！您等会儿吧，您吆喝的什么？都丢了？您这是给贼送外卖的？您说话我们不明白，什么叫都丢了呀？这刚出门就多不吉利。哎呀，万一碰上贼呢？贼一看，哟，这镖的都丢了，得了，咱别劫了。人劫过一次了啊，他不就不劫咱了？那个心态真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啊，我们哥俩压着镖车出了北京朝阳门，嗯，走八里桥奔通州，有土坝过河，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，到了榛子岭，天可就黑了啊。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，是，我说不行，住店也不安全。头趟保镖得落一个好名誉。对呀，啊，咱们是连夜而行，艺高人胆大。虽说是道路崎岖啊，嗯，所幸有点蒙蒙的月色，嗯，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，前面有一片小小的密松林，嗯，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，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原来有了贼了，就不要走大军了啊，还有了贼了，上什么口啊？有贼了啊，有贼了啊。镖车一打盘，我们哥俩跑前头一看呢，啊，可了不得了，有打树林子里头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。哦，200多人，一人一把鬼头刀啊，好家伙，雁别翅排开，灯笼火把亮如薄昼。嗯，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儿，手拿宾铁大棍，口念山歌词，怎么说的？嗨嗨嗨嗨，儿子，嗨，走走，像话吗？废话，那贼是爷俩一块儿出来的，没听说过，少来这套啊！说此山是我开，嗯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一棍一个，打死不管埋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哥哥一看有贼呀，嗯，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50豪气飞，空当里一使劲，扑啦啦，怎么着？拉屎了！哎呀呀呀呀！我哥哥怎么那么臭啊？啊！我哥哥说没憋住，哎。没，实在没憋住。行，行了，别说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是小小的蜀道毛贼。嗯，为何气得我兄长拉屎？那是气的吗？
那不吓的吗？说气的好听啊，好听啊。哥哥，你且退后，带小弟前去送死。嗯，哈，真吉利啊，送死迎敌呀、啊。哎呦，反正我琢磨，我们哥俩得死一个。嗯嗯，我死的面大。行嘞，嗯，估计是你死了。对，我来人。拉过我的牛来，您等会儿吧，我都没听说过啊，两军阵前拉牛干嘛呀？这骑着打仗啊，骑马呀，没骑过马怕掉下来，不至于的呀啊！骑牛防骨，哪位古人呢？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，那孙膑就骑牛，那倒是啊，对不对呀？人是五色神牛啊，五色神牛，对呀，您看见了，小说上写的呀，你骑过？我没骑过，看过视频没有？都是牛呗。你有抬杠这功夫，给你哥擦屁股就不好吗？哎呀，他自己就解决了，是吧？拉过我的牛，嗯，抬过我的扁担来。我先等会儿，我拿着扁担。我没听说过、这骑牛就骑牛，怎么还抱着扁担呢？仿古啊？怎么又仿古？哪位啊？三打祝家庄啊，《水浒传》啊，石秀就用扁担。我这人家扁担空心的，里边藏着家伙呢。咱这也有家伙啊。哦，你这也有家伙？咱有亮银枪啊。哦，没想到，一个地儿买的。哦，好，一个地儿买的、啊、都有枪啊。嗯，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。您等会儿吧，这。您再说一遍，骑着什么？骑着扁担抱着牛。你应该骑个条数，你还算哈利波特呢。哦，我得来圆眼镜。对，骑着扁担多个当啊！骑着，你哥要骑这个拉不出来。哦，都堵上了、啊，那错不了。骑着牛抱，骑牛抱扁担呐，反正都跟着我了。那是，我举起扁担，大喝一声：“好贼啊！”哎，好啊，贼！我放下武器，你饶我不死！我挖呀呀呀！别挖呀了，你挖呀！不是谁挖呀？不像挖。怎么还放下武器饶我不死啊？这是给他个台阶啊！哦，那贼要是懂事的呢，嗯，放我赶紧过去不就完了吗？人凭什么呀？我没想到啊！啊，那天我遇上一个狠心贼，我还狠心贼，不吃我这套，嗯，举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，呜就砸下来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不能躲啊！我把扁担一横，力托千斤闸，哦，迎他铁棍，就听咔嚓一声，嘿，给他扛出去了，扁担折了，啊，折了呀！折了就对了，怎么还对了呢？里边有枪啊！哦，把那花枪抽出来了，嗯，一转身给他来了一个回牛枪，回马枪啊！我骑的是牛啊，我给忘了。嗯，那贼手还真快啊，一把把枪头给我抓住了。嗯，贼说你拿过来。哦，我说给你。呀哈哈，这倒孝顺。嗯，我一撒手，他准来一屁股墩儿啊！哎呵，心眼都搁在这上头了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，牛顿第三定律啊！您念的书不少。嗯，贼，哎，坐地下。哎呀，兵器没有了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催牛赶紧跑。嗯，这牛也缺德，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，啊，他往那贼跟前溜达。哎哎呦呦，又坏了！呵，这是吃里扒外的倒霉牛。哎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今天要窝锅炖牛啊！哎呀，这窝锅炖牛，他是好吃，我受不了啊！就是，这怎么办？慢，无命休矣！哎呀，等死了，一抱脑袋，嗯，我又乐了。怎么又乐了呀？我这点功夫啊，都在我这刀上了。你这刀在哪儿呢？背后插着护背双刀呢。哦，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全出来了，左手刀磕开贼人的铁棍，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就听砰砰一声，红光迸现，鲜血直流，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，叽里咕噜乱滚。您把贼杀了，我把牛宰了。我去你的吧。这份儿就是好，能够为了自己的追求抛弃整个的大宅门。您这什么意思？抛弃整个大宅门？他父亲是个戏迷啊，啊，喜倒是喜欢戏，戏迷。我不知在座的观众们谁是戏迷啊？啊，有人、哦、有吗？哦、喜欢听戏。他爸爸是戏迷啊。等会儿，我再问一句啊，别问了，那有戏迷吗？怎么着？真好，哎，真好。我要是说谎，我是龟孙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河南人呢？这是这他，你想他现学的，他哪能说这么标准的普通话呀？上那儿竞选去啊？觉得你父亲这个样子屈才了，哦，想让他去做官，还当官儿，掏出来委任状，刷刷点点，是让你父亲去做一个县长，或直接他给提拔就县长了，当县长。或上什么县当县长？前列县。这官当的堵得慌啊！这官，多喝水吧。哎嗨，别这前列县像话吗？事儿就成了。平地一声雷，
陡然而富。那当官了吗？你父亲当县长了。嗯，但是说着容易啊，嗯，在旧社会的时候想当官不容易。怎么？你要有班底。哦，当官也得有班底、啊、一个人你就奔前列县了吗？对吧？也不行。那是、哦、首先说你要有一个压寨的夫人。哎，不是当官了吗？怎么改土匪了？不，压寨夫人啊。哎呀呀，要一个掌印。哎，对，掌印的夫人当官嘛。那会儿你爸爸还是光棍呢。哦，还单身、啊、自己说一个人没有夫人呢。啊，出去找去吧。这也现找。哎，就到北京城逛老天桥。你看他也喜欢那地方。之前他喜欢唱戏那地儿多呀、嗯、对，这有一个唱评剧的小园子。哦，评戏园子。你爸爸进去听戏去呗。嗯，坐在这儿。哦，您先等一会儿啊，您先等一会儿。那我爸爸这身段打小学的吗？不老好看。就那个小戏园子不像咱们这种剧场，是就坐在那儿前后都有观众。哎呦，就对对，听不见，没听说过。舞台上评剧的这个角儿，嗯，出来了。哦，有唱的了，唱了两句，好听啊。是，怎么唱？书叫龙灯，雪花飘，受罪的李三娘要把这个水跳。嘿，就这角还真有两下子。这两句、嗯、你爸爸高兴坏了是吗？哦呦，哎呦，还等会儿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爸爸一高兴要现行是怎么着？因为前面观众都站起来鼓掌啊。是吗？你爸爸我也喝行了。嗯，太好了。哦，到后台找这个女演员。哦，要联系联系。能不能不唱戏？不唱戏。我来自前列县。哎，别跟人倒腕儿。我是县长。哦，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夫人？哦，有这个心思了。这其实就是你母亲。那可不是夫人吗？那会儿还没有你呢。那还没结婚呢。愿意不愿意跟我当夫人呢？是是是。你妈想了想。想了什么？啊，腿好了。哎，我妈这味儿三河县的，腿好了啊，唱评戏有口音呢。哦，也是是是，那就行了呗。行，俩人手拉手，走出了戏园子门口。哦，你母亲这个当角儿的很大气。怎么大气啊？就站在戏园子门口的高台阶上啊。是，刺啦，干嘛？啊，这干嘛？这干嘛呢？这是，刺啦，把衣服撕了。你看，什么话这叫？废话，您这动作是不是？嗯、戏园子门口贴着你母亲的海报呢。哦，我现在是知县的夫人。哦，我不唱戏了，我的报子我刺啦，把海报撕了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也是把海报撕了呢。但是我觉得这海报贴胸口上了，就是比划嘛，就啊，就面对面嘛，这牌子在这儿立着，是好啦。哎呦呵，嗯，哦，你是站在这边看的？我站哪边看也是这样啊，因为过去戏园子都有海报，是有海报啊。你母亲这张不就是吗？啊，著名评剧演员，啊，那会儿讲究写艺名，艺名叫啊，著名评剧演员是赛砒霜。喂，嚯，我母亲够毒的呀！啊，这啊，撕了撕了吧，啊，嗯，撕了，不唱了、是。正式的两人是两口子要当县长夫人。哎，对，当官。但是你父亲一琢磨还是不够啊，就俩人还不够。你看这衙门里边得有一师爷。哦，还缺个师爷，写东西的师爷。对，这也必要。你母亲想起来了。怎么？那旁边那个戏院子，嗯，你瞧这味儿，唱河北梆子的。哎呦，唱河北梆子那个老生，他唱的可中，唱的中，他有文化啊。那行，去吧。哦，俩人到内屋就挨着，请去吧。一进门，嗯，老生演员在台上正唱。哟，他怎么唱？他唱得好啊，唱的是八王爷与臣做了对，猛虎燕干都叫冷啊。哎，你瞧，有点意思。你爸爸说这可以啊，那都有能耐啊，气质方方面面都好。哦，这就行。你叫他，叫他啊，来啊，你母亲喊他，行，
老公，老公快来，老公，别来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怎么了？哪儿啊？这刚当我爸爸夫人，这就要叫老公？这人姓龚，上面一个龙，底下一个共同的共，啊，那可不，老公们，那很正常。你这是什么姓啊？这是老公，你快来吧！哎呀，嗨，快上这儿来呀！就不用这么暧昧了，行不行啊？这人姓龚啊，唱河北梆子，当年艺名叫龚达子。哎呦呵，有名。哎，过来了，哦、一说这事儿，能不能别唱戏？那跟县长走，做一个师爷，他愿意吗？他想了想，是，嗯啊，腿好着。哎，对，那是老乡得照顾照顾。你看师爷就有了啊，三河县。但是呢，还短一个喊堂子，哦，还得有喊堂，就是老爷一升堂，不得有一个人站在堂口那儿，老爷升堂了，哦，这还真必要。想来想去，你母亲说了，嗯，西院子里边有一个卖药汤的，哦，卖药汤的，卖药汤的那小子可中，哦，他看上了，咱们听听吧。是到西院子一瞧，卖药汤的正吆喝呢，怎么吆喝呀？卖药汤嘞，谁还？橘子还有香蕉，山药人丹，买的买，少的少，卖药汤的又来了，吃了马的味儿啊，有了马的味儿，橘子薄荷冒凉气儿，醋酸水啊，打了饱嗝儿，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，小子儿不卖，大子儿一块。嘿，卖药堂的这嗓筒可真喝了，你爸爸心说这嗓子喊堂准行，一点错没有。叫他，好，你母亲喊他来，丈夫，哎，这丈夫你快来，这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个啊，姓张啊，张王李赵的张，张夫是天字出头大丈夫的夫，叫张夫，哦、这叫张夫。但是你母亲有口音呢 啊，丈夫你快来，行了行了，我来一说这事儿，啊别卖药糖了，衙门口喊糖，干不干呢？愿意吗？啊，高兴啊！他说：“腿好了。”哎，对，我一猜都是老乡啊。这个行了，嗯，但是还没有带案的呢。哦，还缺人。打官司来了，得从班房把这犯人带过来啊。这也得专门，这叫带案的。可以。思来想去，你母亲想起来了。哦，天桥市场西北旮旯那有一个拉洋片的，拉洋片，拉洋片的那小子那嗓子可中。哦，那咱们去看看。呼噜呼噜都去了啊，离老远。你瞧拉洋片子正唱着呢，他怎么唱？再往里边再看哦，有一有层、嗯、大清以上那是大明，大明传了十六帝，末帝崇祯那不得太平、嗯、三年旱来三年涝，米贵如猪家往上边升，有钱的人家卖骡马，没钱的人家卖儿童啊，黎民百姓遭了吐痰喽，苍苍刺不隆咚苍，哎，出了个英雄叫李自成，哎，好听啊，有点意思。这是拉洋片，拉洋片的叫过来了。哦，别拉洋片了，带案去行不行啊？行吗？高兴，喂，好了。哎，我一猜就是这句。嗯嗯嗯，他也行，他也行。哎呀，再算了算，还差一个掌刑的。掌刑的打犯人，哎呦，这个打四十大板，那二十大板，噼里啪啦打，专动手的。哎呀，嗯，你爸爸问你母亲，嗯，你那个关系网还有什么人吗？哎，对了，我妈这人脉也够广的。说没杀人了，三河县都空了。嗯，是，整个县都没人了，没有人。哎，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想起谁？哎，还有一个跑旱船的。哦，那也是干这买卖的。哎，跑旱船的这位呢？跑旱船的过去有，现在很少见。叫吴桥烙子跑旱船，是是是，捯饬好了，穿着花花绿绿的啊。过去在天桥有唱这个的。哦，他们很脆生。怎么唱啊？唱起好听。是大年的初一头了一天，小儿妹妹跪在姐姐面前，大姐夜间的忙搀起呀，走上前的拉衣衫的，伸手掏出压岁钱的，恩爱还有一奶同袍拜的什么年呐、啊？哎，囧囧起囧起囧囧，嘿嘿，哎，这真俏皮。干这个的啊，有意思，这行不行呢？嗯，行，叫他过来吧，叫他过来听听。你母亲就喊他啊，钱福，钱福了，哇，好家伙，这关系网都这么来的，合着他姓钱，赵钱孙里的钱。行，不用解释，福是福寿禄的福。哦，那个福有口音，钱福。哎呦，好家伙，过来一说这事儿，让你上那儿去打人去，你愿意不愿意啊？他说呢，钱福高兴，太好了，我一
猜就是嘛。行了，嗯，大队人马齐了，一块上任。嗯，但是你父亲突然想起来了，怎么还差一个人？还差谁呀？没有回事的，这怎么又回事？衙门口里里外外跑进跑出，给老爷回个事儿了。哦，没人了。是是是，你爸爸说不行，我出去私访去吧。哦，找一找，出去。这一出去，怎么？对面来老头。这老头七八十岁，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。哎呀，拄着个棍儿，哟啊，要饭的。哦，哎呀，很可怜。是是，老爷啊，对，太太啊，都这么要饭，给点吃的不？嗯，老爷，嗯，你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啊。哦、一对脸是，父亲啊，你看你这个，你先等会儿啊，怎么了？就是访贤也没有这么自降身段的，你知道吗？叫父亲也叫要饭的，因为他不是外人。他是谁呀、啊、是你爷爷啊，真是我爸爸的父亲呢。你看你亲爷爷，要不爷俩这样的话，哎呦，面对面眼泪都下来了、啊、哎呦，他怎么到这儿了呢？你看要不说着呢，你这才多长时间？是是，漫天大雪中，你父亲跟家族断绝关系，走出了大宅门。哎呀，今天看见老头跟着要饭了。你说那时候我们家多有钱？不，原来也是要饭的。原来要饭的怎么还大宅门？您说的？这住在庙里头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寸呢？这事儿、啊、还不如跟你爸唱戏呢啊！就说是呢嘛。啊，老头要饭，拄着棍哆嗦。嗯，你父亲眼泪下来了。啊，哎，老爹爹，他唱，你何必这手啊吃金呐、啊？好家伙，全是这味儿的。有什么中长话喜事端详？五岁然千里前，提这个身为天长，怎比得老爹爹蓬头垢面，好不啊风光。好，哎呀，唱的不错，但是您这捧假了，知道吗？你爷爷挺感动，说老爷，哎，这还老爷呢。行了，别要饭了啊，跟我回衙门回事也好啊，这更得照顾了啊！把你爷爷请回去，嗯，全堂人马都齐了，那就好。老话说得好，怎么说？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，这话怎么讲？上任头一天来打官司的了，哟，有事儿干了。这个原告是一个唱小曲儿的，叫张云雷。啊，这我们倒熟，嗯，他这个媳妇儿叫杨九郎。两口子打官司，你告诉我这儿叫唤是一个张云雷、杨九郎两口子啊。哦，这个丈夫呢是唱小曲的，是这个媳妇儿杨九郎是唱铁片大鼓的。哦，都是干这，俩人感情还不错。嗯，有一天张云雷出去演出去了，是家里来一串门的。谁来了？唱快板的高峰。哦，调戏杨九郎。这高峰也够不开眼的。嗯，张云雷回来堵上了。哦，让人瞧见了，醋海生坡，闹出事儿来了，风流案件。嗯嗯，所以上前列县打官司来了，到我这儿来了。啊，你爸爸坐在屋里边正看公文呢。哦，还有事儿干。又打外边你爷爷进来了。哦，老爷，还是这味儿，外边来了打官司的，你来看看成文不？哦，看成文。你爸爸接过来，嗯，当时就急了。哦，呸，怎么样？老人，我出门去演唱，唱快板的高峰，来家耍流氓。这么个事儿，怎么回事？详细说说。说，提起了杨九郎，嗯，这娘们不应当。哦，我来到前列县，邱大人做主张啊，您要是不把我的冤枉关呐、啊，拖上了石碑，我实在是累得慌啊啊啊！对，唱的倒是实话啊、哦。把事儿一说，嗯，你爸爸点点头，来呀，哦，带杨九郎。哦，这是被告。一会儿杨九郎上来，穿一旗袍，烫一头。好，就这样上来。你爸爸看来，嗯，
北高，嗯，你叫杨九郎哈，是，睁开眼睛看看老爷，嗯，你这不难为他吗？把眼睛睁开，嗯，老爷我已经睁开了，哎，对对，早就睁着呢，啊，就这样啊，嗯。你说说吧，哦，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啊？是杨九郎一张嘴啊，他也唱上了。他怎么唱的呢？铁片大鼓的腔，嗯，唱的是这件事儿。哦，未曾说话呀，雨泪双抛，尊了声献太爷，细听根苗。那一天我在家中无有事干呐，唱快板的高峰啊，闹毛宝，进门来拉住手来，又说又笑啊。再往下要如何，我不敢那往下瞧。哦，嘿，好，不能往下说了啊，不好意思说了。对，哎呦，这句话说完了，嗯，你爸爸可是真急了啊，急了。哎呀，风化案件哦，来人呐，嗯，带高峰。哦，高峰得带高峰，一说带高峰，拉洋片子过来了。嗯，锁链子花楞一套，是套到高峰脖子上了。嗯，哎，再往里边再看哦，又一又偏哎，叫声高峰，你听着我言。嗯，你们打架我知道，谁是谁非，我看了一个满天哎。叫声高峰，你跟着我走呗，苍苍刺不隆咚苍。我靠，谁是谁非哟，咱们见见青天哦。哎，好嘛，高峰说你慢点受，对，实在受不了啊。高峰往里边走，一抖着铁链子，他也唱上了。他怎么唱啊？哎，铁链响，那个响花楞，这个玲珑宝塔一三层啊，哎，一丈高桌，这这这这这闭嘴啊！啊，对，谁让你上这唱？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哎，往这一跪，嗯，一看这模样，嗯，你爸爸就急了。怎么急了？哎呀，就恨这种人，是吗？当时你父亲脑门都绿了啊，对，绿了，从桌子底下掏出两个铜锤来，呀呀呀！这行了，嗯，王八精啊，是怎么？你看你这人说话很难。废话，脑门绿，掏出俩铜锤，可不是这玩意儿吗？很生气啊！啊，哎，很生气，这不像话，我这很生气啊！哦哦哦，就这会儿就听见你母亲嗯在屏风后边喊你父亲，什么？干嘛要喂鱼了？是怎么着？话这讲逗猫呢？这是什么动静？你父亲纳闷啊啊！行了，叫我哦，等我一会儿，赶紧回去，转身上屏风后啊，干嘛？我审案呢，就是啊。老爷，我得嘱咐你啊！怎么着？我看你这样可能要犯吸引，要犯戏瘾啊！你不是当官的材料哦。这你一会儿你出去好，他们都唱你也唱，你这可是唱不像话了，这受不了啊！咱说好了，你踏踏实实的审案子，你可别犯吸瘾。是啊，待会儿咱俩定一个这个咱俩人知道的这个暗号啊。对，万一忍不住怎么办？你只要是一要唱戏，我就在屏风后边，嗯，我就哭嚓哭嚓，这干嘛呀？我敲屏风啊。我妈敲屏风，哭嚓哭嚓的呀，这什么动静？屏风哭嚓，我哗啦啦哗啦啦啊！你不用那动静，你听好了吧？对，你快去吧！啊，好得令啊！哎，对，父亲回来坐在这儿，你是高峰吗？问问老爷，是我，是，哈，我挠哟。刚嘱咐完就说是呢，戏瘾就来了，这要叫板呢。一见高峰怒气深，不由得本县东无民，挑衅民女该活罪，咆哮公堂为活亲，见高峰重打把他擒藏，嗯，四十官呐，嚯，好家伙，活活打死你这犯罪的人呐，啊，要打，要说打，旁边那跑汉船的乐了，哎呀，可到我了，哎，他来活，板子抄起来呀，嗯嗯，他就唱上了。他怎么唱？老爷吩咐将你打，叫声高峰听个根牙，挑衅民女该那喝醉，噼噼噼的啪啪啪，打了板子四十八的恩爱，哎呦，打完了板子把苦力发难，哎，重重起，重重重重重重，哎，好家伙。怎么那么寸着的，太乱套，旁边师爷乐得都不行了，是吗？这哪是县衙门呢，这是到了德云社了，哎，这全是唱曲儿的，拿着毛笔正要写，张嘴他也唱上了。他怎么唱？外行竟要当县长，嗯，不会断案他唱儿黄啊，哎哎哎哎哎，对呀，他唱完了，你母亲打屏风后边出来了，他本来是应该哭嚓哭嚓砸屏风啊，对呀，等不了了，是啊，迈步就出来了，出来干嘛？出来就唱啊，怎么唱？一文此言，大吃一惊啊，哭
哎呀，夫人出来了。是啊，你爸爸得问呢。啊，外面的活人喧哗，问一问。你爷过来了，老爷，那是我家太太啊。还用上了这。